小米十一 Pro 顶级的屏幕 Victus AMOLED 2K 120Hz 杜比世界双扬声器，哈曼卡顿骁龙888，跑个原神49.3度，顶级配置大电池，更高更小更快影像系统 GN2， 超级大5000万像素，光学防抖，八核对焦，超广角长焦，电影相机 IP68， 42米 WiFi6， 安卓机皇4999。小米十一 Ultra极具个性，它像高端手机，陶瓷机身 Ultra Camera 3套主摄，64点激光对焦，夜宵算法极其强大，电影感120倍长焦，128度超广角，多色同开，全球第一，拐点之战，索尼黑卡相机拍的， Ultra 拍的，谁好？遥遥领先。小副屏有什么用呢？自拍用的，安卓之光5999，青春版，好轻好薄，大电量 AMOLED 柔性屏，美颜自拍2299。